欢迎大家来到新时代新青年有为无畏主题展，我是有为无畏新青年推荐官赵丽颖。在这场特别的展览中，你将看到来自各个领域的有为青年，无论是无畏伤痛挑战自我的运动员，潜心钻研敢为人先的科研工作者，还是精益求精内心笃定的技艺传承人，亦或是赴汤蹈火无私奉献的守护者，有为是他们的铮铮誓言，无畏是他们的鲜明底色。新青年当有为，让我们一起感受平凡生活中有为青年们巨浪般的奋斗力量吧。